咏春实用招式教学。个小念头咧，里边有啲咩招式可以喺日常用咧？咁梗系有啦，即系美调嗰度咧，其实有两节手噶嘛。系。咁啊，第一节咧就打侧掌。系啊。啱啱中间横掌咁嘅。好啦，咁呢个日常用嘅时候都系有用嘅。得啦，咁啊打第二掌，唔系打第二个，第二掌，第一次，唔系我一档，呢个要避开你嘅。哦。喺度。好啦，好，大家，系咯，咁啊入咗用。好啦，呢边又系啦。OK， 我真系想，真系想用，阿张。吓，咁啊好咯，咁啊，系啦，呢边嘅又一次啦，阿张，阿马，系啦，好啦，好，阿志又，切落去，嗱我再嚟一次，下边，用嗰边先，吓，嗱，呢边嘅，我都痛噶，痛噶，都痛噶，放松下力啊嘛，其实，试下打力啊嘛，系啦，咁啊所以其实认出嚟讲入边啲小念头咧，其实好多招式可以插出嚟嘅，哇，呢个 ，OK。啱好 ，OK， 咁真系哇！呢个影我个样啊，咁惨啊！嗱，咁咧就一定要赞好我呢条片啦，未 subscribe 嘅记得揿呢一个掣啦，揿埋隔篱个钟仔，我有新片出，第一时间通知你。